昆仑决诸神之战的第十三小组的终极之战马上开始，首先让我们欢迎率先晋级的蓝方中国选手酷刑者顾辉。 酷刑者顾辉，来自东方荣誉俱乐部，是一位年轻的小将。今天四人赛的第一场胜出者，21胜10负7次 KO， 身高1米74，曾经打败过 K1 初代王者克劳斯。酷刑者顾辉。 欢迎红方选手，来自 Chuwattana 拳馆的泰国金童Jomthong Chuwattana。 现在出场的是红方选手，来自泰国的江通塞，年龄26岁，体重70公斤，身高1米75。在刚刚的比赛当中，他战胜了来自南非的涡轮史蒂夫曼斯。现在他要对阵中国选手顾辉。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同样是26岁，体重一样，70公斤，身高相差1公分，战绩顾辉明显劣于江通塞。2016年昆仑决诸神之战世界大奖赛第13小组决赛。 蓝方选手强势 KO， 日本尾娘长岛雄一郎率先晋级，中国的酷刑者顾辉。欢迎红方选手一代泰拳冥王江通舒瓦刹那。有请场上裁判毛景宇。 No clinch, no clinch. Take it down. No. Okay? Follow the ball.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昆尚传媒全力打造的昆仑拳世界顶级格斗赛事。 这里是成都站的比赛现场，在下张泰海，大家好，我是昆仑决亚维。这是一场四人战的决赛。今天晚上这个两位选手顾辉和江通塞都已经打过一场比赛，分别战胜了自己的对手。顾辉啊，一看就跟刚才第一场比赛的节奏就不一样了，改变了自己的战术。对，因为顾辉之前也练了很长时间泰拳，而且他一直在打泰拳的，在这之前一直打泰拳的比赛。对。 但是这两年他接触的这种踢拳越多呢，他就改变自己。是，所以跟聪明啊，所以跟这么一个泰拳高手过招的话，泰拳出身的顾辉，能不能有什么一些很好的技战术运用，给我们来带来一些惊喜啊？对，我们看啊，顾辉有一些比较小、比较巧的一些动作，当对方在打拳的时候啊，他会用自己的这个前腿啊踢对方的一个重心腿。对，这个很巧啊，打的。对，并且呢，两个人都打反架。 顾辉的移动啊，你看两个人互相有这个躲闪，互相有这个下潜啊，然后有这个抡摆。对，但是我觉得顾辉要尽量避免这种
近距离的这种啊。是，因为其实姜痛在这个距离下并不弱。对，从刚刚上一场的比赛来看，其实他的技术性包括运用性是更高一些。是，相对来说可能顾辉呢会动起来更快一些。对，但是呢，你看姜痛在这种双方这顶着打，很像拳击比赛的那种顶法了都，所以这两个人拳法造诣都有。对。这是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倒地。你看顾辉的意识还是很好啊。对，把双方一缠抱顶开对手之后，紧接着一个前手平勾。我觉得顾辉应该更是用多用一些刚才你说的这种前腿的低扫来破坏对方的重心。其实从刚才几个交手来看啊，顾辉并不是占很大的便宜。是，就落点上来说啊，姜痛打得更准一些。而在单击呢，姜痛菜呢，单击的力道也更大。对。你看姜痛菜这个腿法还是有的。对。在这个距离下呢，稍微一退手，距离稍微一拉开，这个后腿的这个中段扫踢就跟了进去。对，姜痛菜也是根据这个对手的技战术安排也是改变了。到现在为止，姜痛菜的腿法跟膝法并没有运用太多。对对。不像第一场。是的。你看这个两人顶在一起，两人顶在一起啊，越是能看到姜痛菜这个拳法的造诣。对，你看他的这个，尤其是身法，对，在这个腰以上部位的这种摇动，很像一个这个拳是怎么打？也是通过身体这个摇闪，中拳，一个直拳啊，应该是一个直拳硬塞到空档里边打到下巴。好，你再看。所以这个顾辉要及时的改变自己的技战术。对，正如亚伟所说啊，其实在这种中近距离下出拳，对于顾辉来说很危险的，并不占便宜。果然，姜痛菜的拳的落点太准了。是的，而且他的拳明显有那种向下砸的那种样式，包括跟拳击一样，在这种贴身禁摩的时候，大家都在做摇闪的时候，因为身体的位置比较低，对，所以你在打直拳的时候是要向下压的。是，这一点上。我们再看一下慢动作，包括上勾拳啊，你看两人互相在做摇闪，好，换拳。对，我们看看能不能看到刚才那个 KO 的那哦，这是第一次，这是一个不小心。对，哦，右手是这一拳吗？应该还是有一个前手。哎，这一拳，这拳后手的一个直拳塞到，这打到耳根了，打到耳根，力量太大了。好，我们看看第二局顾辉能不能调整技战术。其实顾辉第一局一开局的时候啊，这个在打中远，同时破坏对方这个前直撑腿啊，破坏平衡，这种打法是正确的。对，因为如果你想跟对手打拳的话，你要在对方拳法优势于你的时候，你要破坏他的整个的重心。对对对，其实顾辉的拳不算差。对，但是顾辉的拳没有姜痛菜单击拳重。对，所以对拳好这种，我们一直在讲，要不要跟节奏，要破坏他的重心。对，如果你让对手很舒服的几套组合进来的话，那对手就会压制住你，是一直压制到底。顾辉在游动的时候要注意啊，游动的时候还要像他过去打克劳斯一样，游动的时候要做动作。对，要有一些小的巧的一些小的技巧性动作要多做。对，要不然这样姜痛菜一旦把他这个后腿扫踢给打出来，对，这样的话对他本身的伤害还是很大的。一个前手还不错已经击中。对，刚才顾辉尝试做一个舍身踢啊。姜痛菜现在也在缓一缓整个的节奏，可能也是在尝试寻找更新的机会啊。是，低扫。对，我们也看到场边指导一直在给顾辉在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指示，让他从侧面走。近距离打一转身变拳。看姜痛菜的拳的落点，对，非常的准，打得很实。对，顾辉在近身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抱头顶进去的这个同时啊，姜痛菜会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还建议顾辉还是，这个接腿盘。对，所以我还是建议顾辉像上一场比赛一样，就是多游走，像
张老师你说的，在游走的同时有这么单个的或者是一个到两个这样的组合动作出来以后，但是能及时的把自己从不利的位置转换出来。对，啊，江通的拳法果然名不虚传。嗯，两个人的岁数，其实我觉得啊，在这个时候啊，你看，反而这时候在报价上，顾辉的报价很态势。对，双臂前撑的比较多。对，我觉得这样，你看，你看，这两人有点转化了自己，哎，后手压进去压得很好。相反，江东塞的报价更放松一些。对。其实我们之前说过。最简单的选手就是泰拳手，但是最难打的选手也是泰拳手。对对对，但是像遇到像江东猜这样，他跟普通的泰拳手又不一样。嗯，他在泰拳这种单一很精准的踢法或者肘法膝法这上面，他又加上了职业拳击的这些东西。对对对，所以他不愧为一个名将啊。是的，我们看一下江东猜这些一些拳法的组合的运用啊，他不会很急的扑进去打，好，我们进入最后一局，看看顾辉能不能再创造一个奇迹啊。好，第三局看看顾辉能不能再创造一个奇迹，拿到这第十三张入场券啊。顾辉啊，千万啊不要挨到江痛太多的扫踢。对，因为他这个扫踢啊确实是很重。对，好的，要巧打。对，还是发挥自己的最擅长的这种游击战。对，在游动的过程当中能做打击，因为江通猜虽然像跟其他泰拳手不一样有左右的移动，但是移动速度肯定是没有顾辉快的。对，因为泰拳手他们从小训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他可能就是拳击，你看他近身的身法运动很好，嗯，但是要步法的话，现在对顾辉的这种游击，他还是得顶住了之后，两人站定了之后，才能运用出这种拳击的这种身法和拳法。对，一旦是游走起来，他毕竟还是泰拳的这种痕迹太浓了。对。哦，前手很清晰的击中。这是一个刚才是运用了一个什么弹踢的腿法吗？对，这个，有点像蜘蛛人西欧吧，多次击到贝尔福特的这个弹踢。对。顾辉要转出来啊！你要不这样，江东三会越打越……哦，哎，这拳又压进去了。哎，拳击里经常见着这种拳法，对，就是在你近身，就是在防守的时候，从你拳套中间就砸一拳进去。对，因为我们要注意啊，刚刚其实江东三这个后手啊是带有弧线的。对，打的是顾辉的侧面。对，为什么这么打呢？我们看这时候顾辉的报价。为了把实际上态势报价，双手往前撑，对于正面的控制很好，但是对于侧面的防御是比较空的。对，就跟第一局那个一样，就是打到他击打到他耳朵部位。对，因为在昆仑决的规则里边，就是什么叫后脑，就是在耳朵中线往后，只要击中耳朵中线这个位置都不算击中后脑，是的，除非越过这个中线。顾辉其实也是在找机会。哦，顾辉刚刚赢了一拳，但是没有打中。但是江通这个击幅也很精准的。是的。看现在的表现，江通三已经打得很放松了。嗯。好，最后的三十秒，看看顾辉能不能抓住机会啊。顾辉还是不要跟对方顶在一起，用这种拳击式的打，不要多打组合，还是移动起来。差一点点。对，有游动，有打击。这场比赛你看江东塞的这种中段跟高段的扫腿很少用了。是的，一直在更多的是依赖他的拳法。对，我们也如愿以偿的看到了江东塞这个拳击冠军的拳法。是的，
应该说确实是在姜冲赛这样一个本土泰拳身上看到了一个不俗的拳法造诣。对，其实这三局整场的下来，三局下来，姜冲赛是一直处于很大的优势的。是的，顾辉不能说没有亮点。第一局其实顾辉战术运用错了以后，近身跟姜冲赛拼拳的时候，第二局其实顾辉已经调整算是很快了。对，第三局还是有一点点力不从心，我觉得是。嗯，因为有了第一局、第二局这样的一个压力吧。对。哦，这个转身的后摆拳加后腿的高扫，嗯，这个动作可看性很强。对，我们期待吧，谁是第十三组的晋级者呢？好，我们等裁判来宣判比赛结果。本场比赛结果如下：一号裁判30-26，二号裁判30-26，三号裁判30-26，四号裁判30-27，五号裁判30-26。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昆仑决大赛的创始人江华先生，中苏集团的总裁陈佩，四川温州商会会长何必甲先生，成都西安商会会长李孝文先生为胜者颁奖。恭喜金童成为了世界16强的第13位。好的，恭喜